一個相當之舒服、好 hea、好 chill 嘅一個長 T， 或者可以做到一個連身裙嘅款式。係啦，咁呢個都係去到小腿嘅中間嘅位置，咁就兩個顏色嘅。咁我著緊呢個係藍色啦，另外仲有一個灰色，咁係一個笑哈哈嘅圖案。咁後面都係有個編字嘅，有個圖案。咁都相當之寬鬆嘅 cutting 嚟嘅。咁啊，呢個就真係 casual， 襯一啲涼鞋款已經 OK。呢個就比較韓風啲，因為韓國都好多即係 chill 啲嘅 style 都會咁樣配襯啦。如果話唔想太 hea 太 hea 嘅話，咁就建議襯翻啲 cons 款啦，高筒或者即係普通波鞋款咧，咁都 OK 嘅。咁如果想再又 highlight 啲咧，就建議襯埋襪，可以撞翻啲顏色，或者襯波點啊、橫間嘅圖案咧，都可以令到成個造型咧可以再豐富啲嘅。